我就没见过这么黑的号，第一个648。我觉得一个648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第一发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。来20发，20发，咱就前菜嘛，慢一点是正常的。30发快要来了，已经快要，没事，咱们离希望越来越近了，对不对？他肯定也就稳了，对不对？40发。没关系，你看，三只虫蝇老赶，再不来我圆不下去了啊！50发了，没事，我们还有星辰，一个648来不下，咱们还有星辰，没关系，谢谢。啊，不行，都在哥迷路了吗？我不信呐，金鹿没见到，这个下去他绝对能见到金，不可能，没有那么黑，相信我。绝对没有任何问题，相信我，兄弟们，我拿不听的20年单身换一个，单身也不管用。不听你这个号太黑了，多少个虫蝇了，太白了，我这几个单抽肯定没问题，相信我。什么叫打水漂？又安排了320把。这个失联绝对，我们不要把它。我觉得我们刚刚没有见到它出金，是因为就是把它换成了那个开始神神叨叨那个创世结晶，换成了原神。我们这样，它肯定能直接一抖叫来了，对不对？看，再不来我真要砸了，兄弟们，真的要砸了。这肯定是一抖，是个大保底。我看一下，赌一下有没有双金啊？又开始做梦，没有双金啊！我把虫云窝给捅了吗？我真的服了虫云这个老六了，他来了5只了。哎呀，太惨了！怎么会有这么惨的号啊？我给你去张月卡，太黑了，给你转运。